大家好，老李呀、啊，今天带大家看一下金边的这些跟中国类似于大排档一样的，有烤肉，有火锅，还是连锁店的。现在到哪里都量个体温呢、啊，消消毒。36度一，正常啊。那两个女的呢？火锅还是烤肉？这边有个烤肉套餐。啤酒，酒，啤酒，摇摇。一个烤肉不够吧？我们再点个。一个烤肉肯定不够。火锅再点个火锅套餐。先要一个，要不就补单，就不要再叫一个。要火锅嘛，直接烤肉嘛。那你就是以后再补单，那得现在补那个牛肉，补什么肉啊？嗯，可以。要不我们再点一个火锅吧？有火锅，有烤肉，双份的可以吗？啊，随便随便。再点一个火锅吧，点点这个。要不要？酒，我们就不喝酒了，喝可乐吧。够，看到包啊，够看。酒啊，都。嗯，我喝酒。啊，酒啊，酒啊，老师，快上位置。哇，这个女的好性感呐、啊。来，好性感的、啊、哈。嗯。我们有个车开的挺多的，我们也是一般般嘛。姐姐的动作好像要成熟一点，我看她妈坐着的动作像那个少女的动作，不像那个、她姐姐30多岁了，那个动作是很成熟的。姐姐喝啤酒啊，要啤啊。今天呢，受老乡小刘的委托，再来请这个剩女啊吃下饭，看一下她对我们老乡有没有感觉，对他进一步了解了解一下。老师会跳，哇，这个有味道，这个还是好的。这叫什么牛肉？大家你懂不懂？这个自由要删掉，麻烦。哇，这个几块钱有点贵哦，这一点菜。这里肉圆，这是哪儿的牛？哇！味道不一样，好吃。我以前吃过这个，没这个好吃。这永生肉吃那个冰肉汤，没这么肥的肉，这个牛肉是那种就是红色的，知道吧？我跟他说了嘛。有点像日本的和牛，是不是？啊，肉香了。嗯。到苏利亚吃那种牛包饭，好像也好吃。这调色。柬埔寨的火锅，烤肉啊，烤肉，这是火锅，这是火锅。美女，烤肉好不好吃？带羊肉的美女，算不上美女。这个算不上美女，给个特写。
在蒙德基里算不算美女？放屁！又往前拍。你喝不赢他，你相不相信？我跟你说，他这种人呢，六七瓶这个啤酒下去一点不行。蒙德基里我也喝不惯。他厉害了，你看呢？他不喝，蒙德基里不喝。这个点。蒙德基里也知道夹给你吃。懂事。懂事了。来来来，吃一个我看看。大吃。那这个是叫什么？这个是叫某，这个中国是叫什么？血蛤啊，血蛤，血蛤，中国叫血蛤，里面跟血一样。可惜了，你叫他过来。剩一个水了，这么厉害、啊。加一个炒饭的钱，一个牛肉的钱，是吧？这是一个钱，这是一个钱，就是、加了一万二、嗯，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吃很多的，再弄一点吗？哦，不要，多吃一点，很多还行。他只要合胃口，他是吃蛮多的。你再加，来，美女来。姐啊，多少？43块钱。给他们看一下单，你等一下。对不对？啊，你东西对不对？你要给点小费给他们，给了吗？我给了20万，找完钱了。哦，给20万。三三呐，还有美女啊，美女啊。我怎么说啊？叫我来。肚子很大。OK 啊，好了，泰哥两个，你们三个才喝两个，哇，一个人一个怎么喝？
他读高二的，蒙到这里读书四年，他都读四年级，给一块钱小费给他就可以了。多少小费的有？有五千了是吧？那就给他五千吧。亮点什么意思？亮点什么意思？我不想看到啊。这是飞机，你看一下。柬埔寨的发明创造，我以为是飞机飞过来。回家吧。走吧，吃饱了吗？好，好了，回家。